人高。我在上海14年，但是14年当中，其实记忆最深刻的时候是可能是疫情。然后我是学生的时候疫情开始，然后工作人的时候疫情还在，所以不同的角色里看到这个疫情。但是我就其实看到那个中医的优势，中医治疗不是对某一些病毒的特效药，是根据症状调整的药物，让疾病症状有得到好转。按照这些特点，虽然对 SARS、COVID-19 等疾病不能有特效的治疗作用，但是可以降低重症化、减少死亡率等等。